你是否好奇明星穿的缤纷色彩叫特色，你穿的五颜六色却像垃圾吧？那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抓住当中的法则。所以穿搭要怎么样配色才飞仙啊？这样穿就对了吧。我是飞仙boy，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仙的。啊，今天我要传授你我的独门搭配套路，打通你玩颜色的思路。那我不懂其他人呐、啊，我就比较喜欢从下面来的。那你懂的啦。现在的鞋子哦，越出越奇怪，你的技巧是不是必须越来越厉害嘞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从鞋子开始吧。那像这双江湖人称平替990的 NB2002R， 平庸里带点不凡，我们就直接用灰撞蓝。那最后再披上一件 H&M 超经济实惠的 Travis Scott Type 的衬衫，哇，有一种 Vintage 的 feel， 就是传说中的2×2+1，把两个颜色复制成四个加一呢，就是只配上一个对比色，配上我最近剪的蓝尾哦，随便咔嚓咔嚓咔嚓，哎呦，不是 Underground Rapper 就是一个 Panda 吧。那当你看到这双 Nike 那么的 clean， 你就懂得你的穿搭必须 go extreme 吧。那这一代穿出你找叫3+1，三哦是指打横或打直的三个色度。那明显我就是个打网行的人呐、啊，所以我就选了 brown maroon beach。虽然讲我今天全身上下都是女生的衣服， who cares？ 穿搭这东西讲的是套路不？最后再加一个中性色的外套，让它完成度更高。随便咔嚓咔嚓咔嚓，对哦，那这不只是霸道总裁啊，还能霸道上总裁吧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巧克力这东西穿错像鼓励，穿对不是搞你的男友力吧。现在是飞仙种草时刻，那么很帅的鞋可以上 StockX 上买，这个是人人都懂，但是你们不懂，它有个好看，就是你懂什么好看吗？它是 Top Cashback。 现在 Top Cashback 有这个新人注册奖励$10啊，只要你通过我的推荐码或者是连接去到Top Cashback 中文站或北美站注册成为一个新会员，15分钟过后，你的账户里面就有$10的奖励吧，只限第一次注册成为会员的你们吧。不止这样，还有Top新人见面礼。没错了，那么注册3个月后呢，通过 Top Cashback 可以获得第一笔确认返现，之后你就可以用你银行卡或者是 PayPal 来提现吧。All right， 当你申请了过后呢 ，Enter。那就看到 StockX 在这边，点击，对了，然后按 Get Cashback Now， 他就把你带到 StockX 的网站，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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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，Well I like Dunk 了 ，Round One。现在 StockX 有全球直邮，再配上 Top Cashback， 简直是 Below Retail Price。上网买鞋最怕就是什么？不是正品，不是新品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 StockX 现在在全球设有11家鉴定中心，非常多的专家 professional 来帮你 testify 你的鞋。那么在 StockX 上买了鞋过后呢，你的鞋子就会送到去最靠近你的地址的鉴定中心，一切没有问题了过后才会 send 到去你的 doorsteps， 让所有的潮流小飞仙们买鞋可以买得安心，穿鞋可以穿得开心，装逼可以装得像明星。好，下回去穿搭时刻。广告回来，那你看这双 NB9060， 哇，又 white 又 brown 又 black， 稍有差池呢就会变很 wack 吧。那所以你要学会三分法，那所以三分就是分辨分身分离，分辨出鞋子上最特别的颜色作为你今天穿搭的亮点，再把一个最暗的颜色做分身复制为你的主色调，最后再分离掉一个不被需要的颜色吧。那所以潮流嘎机呢就是必须要闪，所以披上一个时下很流行的羽绒背心配贝雷帽，走在路上气势才够照吧。那潮人是没有温度的吧，我们讲的是态度，随便咔嚓咔嚓咔嚓，不要这样 swag 的来不油腻，不够大胆呢也能胆大装逼吧。那结论是 A wise man once said， 红橙黄绿蓝靛紫，跟着飞行的 formula 啊，总不死吧。那很多时候我想跟你们讲，其实你缺的从来都不是姿色，你是少了胆色吧。啊，最后呢，我想再提醒你们，上 StockX 买潮鞋要用 Top Cashback， 这是身为精明飞仙的精明 hack。那等什么？现在立刻马上去申请加入会员吧！10月4号前，你好快点去 register 啊，不然就截止了吧。啊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2次，看个8次，看了以上为止吧。也要记得我的 page follow 一下，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